永毅说他找到了一个很棒可以增强我们的肌力补充我们的好体力，叫深海美肌饮。其实运动完以后每天就这样一小包撕开来喝就可以了。其实它用凤梨的味道，然后呢去调整了一个口感。这里面就是美还有其他的味道里面，说还有一个深层海洋水，它的基底用的就是深海最纯净的水，所以再结合了镁还有微量元素。你吃再多的钙，如果没有足够的镁的话，你吸收不进去。其实这个水层层的过滤，然后也要控制呢人员去监测它的水温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监测它的溶氧量、导电度、酸碱值以及总溶解固形物。那这样子才能达到，就是说监测到里面的微量元素到底够不够啦，镁、钾这些东西是不是真正可以达到我们人体吸收。所以它取得的这个深层海洋水要经过 RO 一个逆渗透，让它达到了分离的淡水跟盐水，让它达到300倍的浓缩，这样才可以让它做到什么？分子很小，然后集中在所有的营养集中在这里面，瞬间我们全身就可以把营养素都吸收。